及一切众生，速除诸障，让我一切的障道永远都除灭。我现在信心还不具足，增长我的净信，这个请求的就是坚净信菩萨。因为我们信心不具足，还不说坚定了，发起还没发起呢，所以增长我的清净信心，让我呀所知的轮相诚实相应，不然呢，你不慈悲不来照顾我，这个轮相不相应的了。这请地藏菩萨慈悲，让我所做的所问的事情相应呢，就相合的意思啊。我问什么事儿，那轮相就答复我什么事儿，我就去怎么去做。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好，用轮相请求地藏王菩萨指示，地藏王菩萨告诉你了，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。表白的，我们要用轮相的时候，先向地藏王菩萨表白。做事予以，这样子拜完了，表白完了，才手执木轮，不是拿过来就执啊。这时候才手执木轮，这个木轮有三种，不是一号执的，然后每天清晨执，就执清净，不行，只用三个，那三个轮，一个红道，一个黑道，一个大红，一个大黑，一个小红小黑。你拜忏时候天天执这三个轮，如果都是红的了，你拜忏清净，这时候你求什么得什么。那执轮时候呢，要摆一个干净的耙子和一个布啊，布上头或者塑料都可以，但是清净的，但是扬手旁执。自己有事情要问，执轮相，那我替旁人执可不可以呢？光方也可以，说你自己治观，或者要去观他，观他，你看那个人，或者你对那个师父，简单说吧。你说这个孟参呢，是不是个好和尚？你知一下子，轮相会告诉你的。我不会向你说我不好，我还没那么坦白向你忏悔，不会的了。但是你可以问地藏菩萨啊，这个和尚好不好？你知一下，那地藏菩萨告诉你还可以。那就信他，地藏王菩萨绝不会骗你，他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。你可以问，你要想拜哪个师父，你可以问，我可不可以拜？地藏菩萨都会告诉你的。地藏菩萨既不护短，也不自私，不因为我是他崇拜者，我是他的弟子，就护我短，不会的了，如实告诉你。你要自己观自己，或者想观别人，都可以呀、对，都可以。要用地藏，要用占叉轮法。那个轮法呢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大家要学的时候，真的，他们有很多道友都会的。可以传，大家互相的学习这个。第一个要什么呢？要诚恳，诚恳啊！诚恳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经上所说的自心。这个自心，地藏菩萨会单跟我们讲的，有上自心、中自心、下自心。上自心我们都达不到。那是圣人才有上自心，但是我们下自心不让它杂乱，
心无杂乱。当你进禅室的时候，一定把外边的事情啊，就把它隔到禅室门外，不叫带进禅室里头去。到了禅室里头去的时候，心无二念。你要不会的话呢，哪怕地藏菩萨的，你想着地藏像，口里念着地藏菩萨名号，这就够了，这就算自信了。但是说念念不离地藏王菩萨，就是你拜的拜忏的没得清净轮相，但是你念地藏菩萨拜地藏菩萨，这个业障消业障的业障啊，也给你消了很多，有了很多。你在做梦当中，你在预兆有什么不吉祥的事儿，或者做贸易不顺心，不论任何事儿，都能得到解决。但是你自己必须有个至诚心，欺骗人能欺骗得到，欺骗地藏王菩萨欺骗不到的呀。我想这一点大家都相信了，所以要至诚恳切的如实的表白，如实表白。你别因为那个对着相说什么不灵，比什么比对人说灵的多呀，人没有那个力量。我绝不欺骗你啊，这些问题我是亲自经验的。但是业障很重，我业障很重。对，我刚一送走弘一法师回到厦门去，我在青岛就闭关拜占刹忏了。对，拜了好几个期了，已经轮相都快要全部清净了，日本占领青岛，就七七四变之后，以后打到青岛。那么就完全停歇了，是大的障碍了。但是从这个轮相拜没成功之后，我后头这几十年落连得很，就是很苦很苦啊。这以后又隔了好几十年，1989年才在纽约曼哈顿呢，他要求我讲占刹三呢，我讲又开始，不是那么顺利的。那中间又经过十年，1989年到1998年，又在普陀寺五台山坡讲占刹三那把经。这个中间，又现在今年2009年、1998年、2009年。就是一个是说法的讲解学习，大家共同学习这个因缘，都是不可思议的，都不是想象得到的。我到台湾来本来是想锻炼锻炼身体，我在五台山呢已经不行了，刚好一点，我说在山上住着身体不健康，到下头去锻炼一下。到了太原，在太原就很好，再远走一点，这才想到台湾，一想就灵了。来台湾我并没有想再弘法呀，再讲经，感觉自己没这么个力量了。我虽然不服老，但是你95岁了，毕竟还是老了。这是极现实的，不是你承认不承认，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，老就是老了。对，不但老还要死呢，没死就算佛菩萨加持了，哪里还想到讲经啊，没有这个力量。那现在讲起来了，我看大家听的还没有拍到八成啊。
开了。